爸爸，牛肉面来了！哎，佩姬，爸爸坐，一起。呀，哎呀，你今天怎么有空呢？因为休假，而且我要带一群好朋友来介绍我们阿义的老顽童矿坑咖啡。然后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碗牛肉面，它真的很厉害哦。 打这个是腌泡菜，高丽菜，对不对？很少在外面会吃到这种，最重要的是它里面有多一片柠檬片，这是后来才有的巧思。所以你整碗吃下来，你会觉得汤头很浓郁，但是又很清爽，对不对？你之前在卖牛肉面的时候，好像不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对，是阿姨改的，对不对？我跟大家讲。 溏心蛋，吼！我弟弟很会弄，很多客人来了以后都会觉得这个牛肉面啊叫过分牛肉面，为什么过分？因为肉太大块，大块到过分，好吃到过分。然后甚至因为我实在太爱吃他的牛肉面，好几次我都有打包回家，我发现我在煮过，他的肉还是一样很嫩很嫩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打包啊。 我有特权，就算晚上我们要留在这边吃饭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哦。我有特权，他经常在家里吃饭。对，这是我。几乎没有没戏，他都会上来，我们拍戏他都会上。他很烦哎，他都这样，小声。 他都这样啊，很喜欢来这一套。我告诉你，他不是只有今天这样，他一直都这样。我很吃亏，他比较胖。没关系，你应该要成就我，我才能成就你，好不好？就坐过去。你没有那么近。老婆在里面。反正他也很习惯我们这样的哈。他就我弟妹，他老婆那时候还没交往，才刚在要追求的时候。 我爸爸妈妈他们都不知道，先跟你讲，对啊，绯闻女友，他以前绯闻女友，对，他是我绯闻男友。上来这边，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我们每次有空坐下来聊聊天或吃饭的时候，然后大家不正经的互刁，这是最开心的时候。好爽，对，很爽。但我通常都被他刁得很凶，都是我被刁。你不要看他这样，平常凶在。 戏剧上凶凶的，他平常也是凶凶的，他根本不是演，他表达出来，这样打好他就像这样，他没错，对对对，本色演出，好不好？嗯，别说哦，你演坏女人演的好像，嗯，他不是演，他是表达，好女人才是演的。